帮忙。五帝依旧狂恋着花，你却错过我的年华，错过我转世的脸颊，你还爱我吗？我等你一句话。他一首歌转了三个 key。专业的老师，硬的那首歌，对，而且不太有人可以唱，是张震岳一言瞬间啊，因为就是萧敬腾跟阿妹一起唱的，然后他们就是天后级的，天后跟天王级的两个在飙歌，就感觉唱起来很过瘾，厉害，对，《广岛之恋》莫文蔚跟张洪亮，因为他们唱起来太有那个氛围了，对，所以就。很难的，除非你自己真的有经历到很多的，尤其男生那一段好难唱，张洪亮唱，对，因为他那个沧桑没有什么太那个，但是你要把那个味道串出来太难了，是不是？你呢？我觉得最近新的像阿令跟那个920那首小雨那首歌很难唱，阿令跟920。阿令跟小玉，张开耳朵听声音。你连你刚才已经讲了少三个 key 了，你还是对不起，我就是爱唱。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马上要开始唱歌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第一队，我们欢迎的是邱风泽与我们的尹轩，来请就位。邱风泽与尹轩要演唱曹格与卓文萱的《梁山伯与朱一叶》，当恐惧之物出现时，他们能保持镇定，浪漫的唱完歌曲吗？请问一下，今天带来的歌曲叫做《梁山伯与朱一叶》，送给大家。好，来 music。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。这种通话他接得非常高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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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敢碰，我觉得它的那个触感怪怪的，然后会怕它随时会跳上来的感觉。啊，对。那蟑螂是谁怕？蟑螂是谁？我其实也怕蟑螂。带错！哎呀，方便写。你们不怕蟑螂吗？可是我怕的蟑螂是会飞的，会飞的蟑螂。会飞的蟑螂，假都不怕。会飞的怎么准备啊？没办法啊。你刚不是说人家怕气球很怪吗？为什么我这？不是，我桌上看的，我不会怕，我不喜欢那个声音。我刚有。对。所以你会怕这样声音？我不喜欢那个。再来一次。怕这个。
能是哦，他会怕这个。好，还剩一段对不对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爸爸唱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把它唱完，这叫认真唱，我们不会吓你哦。好，好，预备 ，music。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。下来，哎，来来，分开分开分开，吓着讲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怕死哎，我随便丢丢的，啊，这里这怎么样？等一下小心心脏麻痹。对吧？来，王老师，这两个唱还可以。哎，其实刚刚他们唱的很好，前面。哦。前面。对，我觉得前面，但后面真的受到影响。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前面的虽然这样绑着呢，但是我还可以感受到，哎，他们在传达一些什么东西 ，information， 对不对？谢谢老师，有那种爱意的感觉，有，就有进入了歌曲，对，惊魂未定的感觉。对，那以轩我觉得还蛮 surprise， 嗯，因为他是发片歌手啊，我没有听过他唱歌嘛，他女生我没听过，哎，结果他一接进来的时候，哇，有模有样。对，还在发抖啊！你现在在发抖哦！他真的还在发抖。我在喝水啊！歌手面临恐惧情歌，形象没在管的啦。这个整个就前面唱的很好听，跟后面这样惊吓，你觉得哪一段比较好看？我觉得比较好看，我觉得都很好笑。